没有了，耶、yeah, ！加班结束了，这样子没有啦。等一下，我还剩三个 quarter， 吃完再来开。好，先给你们看画面，好，不然怕你们无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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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我要再度气死了啊！看到没有？又多了一只鬼尸，可是我不知道放哪边了哎、欸，被满了哎、欸。哒哒哒 ，together， 被满了。哎、欸，这是怎么会在这里？好，这样。中午好啊！看到没有？这只是什么？母的哎、欸！然后再看看这只是什么？快气死了！中间出了个叛徒。来来来，看，给你们看。应该不是这个，是什么时候的？我看一下啊、哦。我在干嘛？哦，姆克尔。我还找不到哎、欸。然后到底是什么声音？真的找不到。然后真的是那一只吗？那就抓了。这个啦，因为我在补课题，我在补那个拉鲁拉斯跟鬼斯通的课题。你看我什么都抓。就东捡捡西捡捡，然后补一下鬼尸的特质。你看，我原本在抓他哦。你看，想说我有听错吗？我再靠过去看，哎、欸，没看错哎、欸。艾夏西。你看。我扛着伤害在抓他，然后这个啦，就想说去看一下草苗龟那边有没有色尾。这最白痴，这个我真的找不到在哪里。我想说，是那个鬼尸通吗？不像啊。然后闪到底是谁？到底在哪里？然后绕半天才看到是他。那是很白痴哎、欸。啊、没了，我看一下哦、喔，那个又是什么？哦，我讲一下，这个是我也是在补图鉴，补独蔷薇的图鉴。这是半夜的时候遇到的，应该说今天一点，半夜一点的时候遇到的。我想说，我就在这边打那个图鉴，在，
然后我在逃命，我就只是在逃命而已，我就遇到了。我还补那个课题，要跑一跑，跑一跑。都是在被追或是在追人的路上遇到山。你看啊，你看，抓他失败。啊，快跑，快跑啊！完全没有沟通过。这也很大只哎、欸，我这很夸张啊。然后这个是什么？看一下，哦，这是昨天那个啦。我们昨天的那个铁三角犀牛，哎、欸，铁甲犀牛。误打误撞的铁甲犀牛，然后这个是想说好吧，而且它是刚好是加特工减物工的，我说好吧，那就拿来练了，但其实有点舍不得他拿那个紫色的跟黑色的花。海流根城，没念错了吧？海流康城，对不起，干还是念错了 ，Hello。我看一下哦，哦，这边就刚看过的，还是念错了，不好意思。无想威慑我也挺美的，对啊，有点舍不得，可是不升上去不会很强啊。我觉得这边很好笑，今天太无聊了，所以就看了一下直播吧，那辛苦你了。好了，锅贴吃完了，那各位下午好，我们正式开始咯。说一下，我稍早在解那个独角犀牛的那个课题，没有、啊、最主要是一那个稍早把拉鲁拉斯跟皮鲁利安弄好了，就是那个捕获最小的有够难抓的，你看我前前后齐鲁利安抓了60只，拉鲁拉斯抓了92只，我才把那个最小尺寸给弄好。连接到你吗？哎、欸，那个我跟你说，你啊，你爷爷去世，哎、欸，不甘，虽然很难过，但是你已经洗版了，不好意思。哇，你直接被机器人编掉、欸，哎，哇！你活该！哎，你自己违规被机器人编掉哦，不是我，我准备按下去的时候，发现机器人编下去了。那个，你阿公知道你在我聊天室乱，应该也会觉得很难过啦。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看到这个就要打死了，15只，哎，这还 OK。然后这个我也解完了哦，艾露雷德我弄好久、哦，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他接到他妈的电话，他妈妈的电话说他爷爷过世了，哎、欸，然后就刷了一大堆贴图，然后就被机器人 ban 了，我也不能说什么啦，啊，你自己违规在先被机器人 ban， 真的没办法，
哇，还好多。那只晚点再进化一次就完美了，就 OK 了，就可以完美了。啊，这只也是，刚好都有流。是啊。觉得他存心来闹的啦，稍早就说什么，感觉很勉强，很勉强来看我的台一样，然后下一秒就说他爷爷过世了，然后刷一大堆贴图，活该。还是自爽用的哦。课题就是，来解释一下老局，就是你看我现在不是完成吗？等级十跟这个完美，完成的话是设为几率加一，那完美的话是加二，所以路上可能更好遇到设为这样。刚下课先去睡了，好，晚安。繁星，你会不会每天烦恼吃什么东东？不会啊。泡面啊，欸，老居骂他啦，最后又交了男朋友了，妈的，真的是，到底木木啊。少吃泡面，吃点别的有营养的东西。谁说泡面不营养的？哇靠！我跟你讲，你今天吃泡面配菜配蛋都算营养，好不好？不要小看泡面哦。要幸福哦！我是祝他赶快分手啦。没有，我跟他讲说，你分手之后不要到我的台跟我干，说你又分手还是什么之类的。那我鬼师应该是完美课题了啦，所以我之后路上更容易遇到。哦，没有，还没打死他，等一下啊、哦。请男友抖内我，啊，男友又听不懂台那个中文，我现在只会查拉特那个泰文而已啊，来找鬼斯通，查拉特。我跟你讲，就跟你讲了嘛。你现在教个泰国人，摆明就是一定会分手的啊。没有想唱衰，只是你想一下，哎，要么就是你就干脆住在泰国陪他，对不对？再看看，看屁呀、啊！看，抖内部分果子啊，因为他没必要抖一个唱衰他们未来不看好的人吧。
欸，我真的很少在唱衰别人的爱情这样子的。你应该是少数的，你懂吗？不是，我真的觉得你太凌乱误缺了，你懂吗？但是真的只要谁跟你讲喜欢你，就跟谁在一起了。你有缺成这样子？我讲真的啊，你看，你跟你那个小男友分手好不到一个月好了，然后过程中你就在跟我说什么玩游戏的那个大哥哥对你有意思什么之类的。啊，那时候你跟那个小男友的事情我也给你精心理建设啊，你也是说都被我说中了，那你现在又没有听进去，就还是就跟一个在一起的啊。然后那时候聊天室也一大堆人都跟你讲说这年纪就好好念书什么的啊，你也没听进去。030什么，我ban了你，我跟你讲，他跟你讲事情他们给我回嬉皮笑脸的表情。你还没抓到孟子恒，不会抓，不是啊啊，不就是对去触发任务，然后战斗或丢宝贝球而已啊。不到一个月啊。就这样结束吧，我们不要再聊他了。今天不会开太晚啊，我其实已经醒来13个小时了，意思就是我其实是12点起床的。然后起来就看到小雨 po 文说，在 FB 那边只待到13月啦，待到3月哦，这样子。我就回答啊，辛苦了，辛苦了。哦不，天亮了，没鬼师了，没鬼师通了。哭啊，打不过周末的望罗，你那个啦，那叫什么词？奋斗值吃满啊。你有坚持的队伍吗？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带美梦神啊，或是仙子伊布，然后记得把那个把奋斗值吃满哦。没吃满真的很痛哦，吃满啊会好很多。吴然安 ，Hello。
老鸡还在吗？超早有一个不知道是屁孩还是怎样的，说他妈妈刚打电话跟他说他爷爷过世，然后贴了大概有十个哭哭的脸，然后被 bot ban， 被机器人 ban， 我看到会笑死了。怎么办？人家过世，结果还在那边笑，我的天哪，我好过分哦！美梦被奇拉克，没有啊，他前面，哎、欸，我用美梦神前面一个串七个、欸，哎，还好吧？美梦神也有克奇，那个哪会克奇？我的美梦神前面一串七、欸，哎。你说太小看他了、啊，我是因为 PP 不够，不然的美梦神可以一串八哎、欸。你是不是太小看人家了？难怪你打不过。不是啊，你就算被奇拉蒂娜克好了，你就带一个可以克奇拉蒂娜的啊。已经把方法跟你说了，啊，你还在那边嫌人家被克。又不是叫你用美梦神跟奇拉蒂娜打，你用美梦神去打前面那六只好吗？我那只被一招秒，哪只啊？你奋斗值怎么吃满？你奋斗值吃满怎么可能会被秒？那你就去种薄荷啊，你把薄荷种一种啊，给你的美梦神吃啊。不是哦，我都美梦神过了，你都不能过，那我不知道方法，那还不知道怎么办了、啊。看，还副密码已经跟你说了，啊，你还没办法做到，我没办法了。好了，鬼师通也完成，速度美满。你要不要看我的美梦神？不是我的啊，在哪里？来，你参考一下，我的没有速度啊，我来，好吗？参考一下。你是玩等级压制我才打过哦、喔，哎、欸，我没有哎、欸，我那时候好像，你现在忘了是几等，60级对不对？我记得我当时我的美梦神还50级等而已、欸，58、59，就那边扛了好几下、欸、都没死，超强。好了，这边课题应该都差不多了，鬼师剩下金蟹啊。然后毒液冲击，好了，我们回家。咱们回家。反正那次没练美梦神就去打的，对啊，我没练呢、欸，我只是吃个那个叫什么奋斗的东西，而且还没吃满，吃到酒而已。吃到酒就直接上战场了。所以就是因为那次之后，你看这只美梦神就带在身上，带到现在了。薄荷在哪个农田啊？在啊，你要把第四个农田打开就可以种了。你要开四个农田，最最早安。你开了第四个农田之后，就可以种薄荷了。大胆啊！大胆，棒！大胆，很棒。薄荷，你昨天才拿到鸟鸟，什么鸟鸟？屠杀鲤鱼王，捕到头目出现。
欸，我也有啊。我跟你讲一下哦，我的这只罗斯雷朵，就是我在那个妖精湖，还叫什么湖那边，我就是涂到它下一波伸出来就蹦出罗斯雷朵，把那个独抢位的，我就是在那边一直狂刷。机关原具个十百千啊，就这个是不是？这个吗？哇，除草机来了。嗯，看一下。然后我为了抓那个谁，抓那个奇鲁利安，跑去买这个。旺旺，再打不过炼制波克基斯吧？不用啦，练那个谁，仙子一步就可以了，不是吗？仙子或者是哦，你是说飞的鸟？仙子一步或是那月精灵啊？再不行就这两只都带，我就不信你过不了。啊，又满了，好酷啊！再没有满，你真的就不适合玩这款游戏。不到鲤鱼王课题也快满，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的鲤鱼王？来认识一下我的鲤鱼王。捕获次数才68次，啊，看到没有？打倒次数538次，啊，认识一下。来做一下吧。嗯，对，月精灵超好用，对啊，月精灵真是神脚欸。拜，天蓝鱼。没仙子有波克，那就用波克基斯啊。妖精不怕龙，这一招幽灵星能打波克基斯而已。哦，反正他第一只死掉就好了。啊，罗斯雷朵也会那个吧？也会丢那个吧，欸，你们懂，暗影球，欸，我刷到现在还没遇过鲤鱼王，欸，这是我最讶异的，欸，杀了500多只，欸，没遇过鲤鱼王，欸，来，我们来解课题，首先，课题的角色，有请我们这次课题啊，我要练自练啊，用这次，然后等一下，不每次不小心要越一步进化成仙十一步，然后进化成忘记成的，没你就把圆筒我拿掉吼，看一下我的咖啡色在哪？咖啡色这里。然后再来巡回一下，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哎呦，注意啦！罗斯雷都有 BOSS， 有啊。绿色，你还敢笑？你还敢打XD？就你，妈的！我的罗斯雷都应该要叫绿色了吧？人家还是要叫清一色，清一色为。
你的分身吗？什么你的分身？你还敢提？啊，等一下，我的酸辣汤，我的酸辣汤，酸辣汤，变布丁了。哦，好久没喝酸辣汤了哦，很好喝哦。爽辣汤，爽辣汤。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哎、欸，解下课题。冰属性攻击，麻薯安安。冰属性攻击啊！然后，后来我总算学会了皮卡丘。晚上会有皮卡丘，却没有皮丘。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不是你，到医院去。消失在人海。哎呦喂呀！隐形眼，好痛！收复完蒂亚跟帕路的一周目结束吗？一周目结束是那个呢？嘿，对，对是。等到阿尔宙斯跟你说要去看更多的那个啊，去看更多的宝可梦吧。这版是不是不用刷性格？看你啦，因为你只要有色尾的话，有薄荷可以改啊。我看一下我要干嘛啊？学习招式。嗯？他没有。我是想要他模仿几等学，等一下我去打，我去打，我去练一下他等级。对啊，这版可以种薄荷，你只要刷薄荷就好了。你这版只要刷色尾就好了。如何回应我？我本来睡醒的时候想要开台，哎、欸，大家我睡醒喽，就想想哇，今天一堆上班上课的，我还没开台害人。后来你能中了，那就中啊！哎、欸，你应该很贵吧？一万块你负担得起吗？仙子有哪边可以抓现成的吗？时空歪曲里面，那个黑曜原野就有仙子一部的那个黑曜原野里面有歪曲的仙子一部可以抓，模仿二十九等哦、喔，好谢谢，可以哦、喔，可是薄荷就是种类很多啊，谢谢那个陈麦克，嗯。小雪安安，你昨天的那套衣服还不错看哦，贴的不错看哦。
看我渣不渣你就完了。今天应该四点前睡觉吧。哎，不要说出来，干嘛？你害羞了？哎呀，你害羞啦！身上还有二十几万，再搞一包，扩啊！有就扩啊！我是觉得二十万的包包就够了啦。我到现在二十万的包包其实就很多了，除非就是真的路上的花草都捡，然后再碰到那个时空歪曲，同时发生进行的时候才会不够。我就是想要接这句，是不是？哎呀，害羞了，好贵。那你那边该？其实就是多抓宝可梦，把奋斗石拿去卖啊！我奋斗石抓到爆出来很多次了，我都把奋斗石一次都卖500个、600个一次卖。哇，你会怕我？哎呀，你会怕我啊？比阿尔宙斯还刺激！你看阿尔宙斯会杀人，我不会，我只会疼人。哎呦呀！鲤鱼杀手，没办法，这叫优胜劣汰。我在过滤这些鲤鱼王。不过我是真的没有刷到金色鲤鱼王过哎。我就应该早点开台的，我就不用刷拉鲁拉斯那个捕获最小拉鲁拉斯抓那么久，用通讯交换就好了啊！哦，peace。某知名实况主公然调戏虚拟 VTuber 画面流出，你怎么看华生？不是宝杰吗？宝杰你怎么看？不是某知名实况主吗？某过气实况组啊，请证明“过气”两个字。鲤鱼王死的好可怜。不会啦，大量出现一下就刷到了，刷到什么东西？你说鲤鱼王吗？不是，你。我是指野闪这个部分。啊，忘了除了仙子跟波克还有什么推荐？仙子、月亮、波克跟瑟维克利亚，不是瑟维克利亚，克雷瑟利亚。鲤鱼王又生出来了。你推鲤鱼王哦，你在害人哦。等下，66你刷到了哦。
瑟维克利亚，不是那个为什么会叫瑟维克利亚？是因为我那个 Pokemon Go 的第一只克雷瑟利亚就是瑟维，所以我把它名字取为那个瑟维克利亚。哇，好好哦！哎、欸，靠，哭啊！隐形眼差一次。啊，我的金鱼王呢？等不到时空扭曲是正常的吗？很正常。我发现你要在那个地图做点事情会比较好，比如说就是拔拔草、采采矿、抓抓宝可梦。我是这样觉得，我是真的有感觉啊，就是你有做这些事情，歪曲会蛮容易出来的。然后你不能，你可以休息，但不能睡觉，就是你可以休息一下下，但是不能睡什么早上、晚上、白天那个。不能睡那个，他会把时间给那个重刷。我第一个红人够闪神是固拉多，大概要半小时，没有哎、欸，我那时候随便做个事情，大概真的不到15分钟就有了。学习招式，模仿，决定。我那时候也在天冠山上面等一个小时啊，我还是我也是有做事哦，结果就是没有等到，讲完就出了，靠腰啊！欸，真的要欠嘴耶，我昨天也是嘴了一下就出来了，学习招式，补习加油。我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模仿了之后，技能就啊，就是也就是我要模仿好像25次吧。你看我学完之后就变成模仿，就变成要起了，就再也没有模仿的嘛。那今天解决的方法就是我换下一只模仿。爱困，家里有一堆奋斗粉，没事，那些超过100多个奋斗的，那是可以卖掉了。除了那个，要升六阶之后的，留一些起来就好，其他真的可以卖掉了。巴克雷瑟利亚那时候的场地状态会消耗健康护符，超白烂的，真的假的？我还希望他能出盾甲龙。你被困在天冠上两天了，哦，我好懂哦。教主安安，嗨 ，hello， 志源楠楠，不行，好困哦。抱歉，在喝酸辣汤。我本来是想买拉面回来吃的，后来想想，哇靠，那边拉面好像不太好停车，我就转向了，跑去买啊
他方游龙。要25次欸，到底哪个没良心的出这种任务啊？虽然很好玩，这太多了。哦，有推荐什么拉面吗？没有啊，没什么推荐啊，就单纯我也很喜欢吃面啊，豚骨啊，酱油啊，还有什么？我其实拉面很不会挑欸，我比较喜欢吃就很 Q 的嘛，乌龙面啊，或者是有些拉面都是机器做的，有些拉面真的很难找到有拉面是手打的。现在插收图鉴，加油啊！其实很简单啊，你就是完成大概，如果是那种很难抓到的宝可梦，你就跟朋友交换，你就他比如说捕获五只嘛，你就交换五次，那个一下就死那个等级死了。对不起，现在讲话有点缓慢。八方游龙，对啊，八方游龙啊，来猜猜看，我是吃八方还是游龙？对啊，所以那个面吃下去都是直接一夹就断，就觉得感觉是在喝，感觉只是有一点吃料喝汤啊，面就。没有什么感觉。你二周目看到木木萧，我木木萧只看到过一次。然后下一个是那个，哎，下一阶。刘海鸟。云门虎骑是什么东西？我才想说，我其实最近皮肤有好一点，就是好久没长痘痘了，结果还有这个念头，结果昨天晚上就长了三颗哦，好难过哦。你有抓到雷伊布头目，我的是月亮伊布头目。叮，打哈欠的声音。好，干你回收，我看得懂找好吗？去死！不小心把母的一部头目揍死，还自动存档哭了。哎、欸，我现在已经习惯没有自动存档了，所以养成关掉然后自动存档的好习惯吧。哇，你直接骂我骂干呢，嘎嘎，
你别想打字了，你不要想打字了。你现在唯一能讲话的方法就是超级留言了。哇靠，你输了设为头目了，哇恭喜！哎，我到现在还没有刷过设为的头目。两只蛋锤子木木消啊，辛苦了，下回再来吧。欸，其实我在想，如果是那个事件，那个歪曲事件出来之前，我们先存档，不知道里面的怪是不是也是固定。还是歪曲的那个事件一诞生啊，出现歪曲事件的那个字样的时候就已经固定。你还没出过色尾？我第一只色尾是哪一只啊？啊，我那只，我那时候好像就是一周目结束才遇到的小猫怪啊，还有乐克猫。那时候准备关台，然后想说打只卡比兽。那个经验糖果，又经过一下就遇到色尾了，不会是一周目结束后才遇到的、啊？没事啦，五档后就没歪曲了哦，是哦，了解，歪曲不能 S 了，我没有试过嘛，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道歉，道歉，我道歉。哇，那我那时候还异想天开在那个谁，那个色尾的水水他面前存档。安安第一次看台，我好困啊，阿兵，我有睡，只是我是半夜十二点起来，所以我现在已经死了，不是死了，醒了快14小时了。设为帝王拿波头目，哇，那个拿来练吧，他是个坦克哎，可以练啊，坦克不错呢。如果设为鲤鱼王，那可以吃，我拿来供奉了好吗？我还舍不得进化他哎，起啦。再换一只应该就结束了。我最多几点睡？我昨天六点睡到十二点，就再慢慢调啊。哎，不能睡太久，完睡不是？我没有睡，我是下午，我是晚上六点睡的，想说可以至少睡到半夜三点四点，就没有十二点就起来了。有人可以借盾甲龙吗？有人可以借吗？没有的话，我就要回去了。有人可以帮忙一下吗？因为我现在不方便出去，要补图鉴不方便出去，不好意思。没有的话，我出去借你啊。哦，酷啊，差两次，只是图鉴嘛，他要补那个等级时的课题啦，可能就什么原始之力放一放就好了。六小时睡眠差不多啊，但是你是要睡觉很微妙，慢慢调，对啊，所以就尽量撑啊。没关系，不急。那个歪力要借吗？
耶、yeah! ！有了，模仿结束了。哎，这只饶过你了啊！战锤的原始之力是两分，盾甲只有一分，很坑。哎呦，你很懂哦，你好像很懂哦。等一下哦，这里，从矿石啊，这放弃，这太运气了，让它进化，金嘎。可以借你到课题时，那你们去交易吧。感谢你哦、喔。哦，有人可以送哎、欸，你有多抓哦、喔？那你跟那个阿布拿吧。宝可梦，谢谢阿布啊，谢谢 YZ 啊，谢谢。说谢谢哦，你说了，不好意思，抱歉。独角犀牛好像也好了，独角犀牛，隐形眼差一次，哭啊！那你跟阿布要吧。我最近阿拉丁真的看很多。就看到阿布就想说，哦，那只猴子，阿布，哦，这是怎么打哦？25685500，这什么啊？干！你好狠！我要报仇！PC， 还有骂脏话，天哪，他好狠啊！你不知道 QQ， 你打台龟，你看台龟，不要说你不知道啊。这个规则，这个规游戏规则已经存在很久了。就是你们每次那边给我回收，回收到我真的很不爽。喵！不是吧？没过多久，一只，你又一只射回头目，哇，哇！嗨，捷云，以后再也不回收了啊！都是你们在说，最后一次说不回收的，还是在那边回收。往这里，等一下哦。嗨，啊！完美，完美，完美，完美！接下来要做什么？按错了，是不是有人做资源回收了？对啊，欠骂，欠扁，欠骂。在那边挑战我的底线，等一下哦，再来鬼丝跟耿鬼，鬼丝鬼丝鬼丝，垃圾垃圾垃圾，哎，我没鬼丝。哇，我直接拿色围来用吗？色围暴雨龙头目是什么运气？好好哦，
你小心走路不要撞到东西哦。你小心一点哈，啊，走路看路啊，不要被撞啊。等一下哦，惊吓25次，毒液攻击25，惊吓哦，惊吓，查看能力，彼得招死，惊吓，哦，刚好25，然后嘞，毒液冲击。哎、欸，竟然要射围到底的话，啊！你这样讲，我很想要说回收就要给我抖内补偿我的内心。看一下、喔，我在这里，技能，不意冲击。哎、欸，14哦，哦够，惊吓，很强哎。他怎么那么强啊！天哪、啊！听到社会的声音的瞬间变成白天，皮皮就在想：你在那边等到晚上，你继续在那边等到晚上。节哀顺变，你可以在那边等到晚上。还是你有存档啊？你独档啊？哎呦，他总是打到后面这一只。还会出现吗？会啊。哎，我是没试过啦，但是看网络上有人说，其实那时候，比如说大尾狸、大牙狸的色尾嘛。哎、欸，不，母克的色尾，但是母克晚上不是不会出现吗？取而代之是超音符，然后就等是母克的晚上变成超音符的瞬间，变成超音符的色尾。你存档在村子里面，哇，那你没救了。没有救了。那你等等看吧，反正不要去睡觉哦、喔。哎、欸，我不知道睡觉有没有用，你要不要试试看啊？你就只能在那边等了哦、喔。至少这是最后的希望了啦。直接睡到晚上嘛，不要睡，不要睡，我怕睡了会出事。你乖乖看我的台，看到晚上。请问这位头目买一送一吗？两只我都好喜欢的，那很棒啊，有就好啊。对啊，我就是怕睡觉会刷新东西啊。先存个档，也是啦，毕竟你都存在村庄内了，你要不要把自动存档关掉啊？反正就是习惯性的，就是在那个出村庄之后先存档，这样就好了。因为反正你出来后宝可梦是固定的啊，
等遇到、哦、遇到什么需要存档的时候再存就好了。你是多少 LV？ 怎么 LV？ 这版设为大放松，对啊，这版就送的很大、啊。叫屁呀、啊！啊，叫你叫，在交男朋友，一直在情勒，看，你没有出村存档的习惯，慢慢慢慢养成啊！哇，喜欢，我喜欢这个血量，来慢慢死，慢慢死。那我就可以慢慢喝我的酸辣汤了。欸、他如果那个橘对吧、啊，紫色的色泽再咖啡色一点，感觉很好吃哎、欸。那个超级超级无敌甜的巧克力，魅力喵进化后变成都是喵，你是不是来乱的？你再打一次没意义的东西，我就让你闭嘴哦、喔。足球巧克力吗？不是不是不是，一个红色包装。然后它是咬破之后，里面都是很像巧克力沙，超级无敌甜的那一种，就是那个抓鬼整鬼专家里面那个在吃的。这围的索罗亚克好丑，不会啊，我觉得白色很多，再配一些颜色都很好看，就是白色为主，那其他颜色为辅的都很好看。嗨安安，冰下产房，产房，粗喵安安，要叫你什么？粗精神啊，粗精，天啊！什么时期的糖果？也不是一直都有啊，他现在还有卖、欸，那个真的有够甜的哎、欸，觉得不要绿色都好看。可是你看啊，可是现在开始双标咯，你看这种的绿就还可以吧，对不对？这种还行啊，这种也还行啊，就是不要这种绿就好了啊。现在是双标现场啊，就是他最早什么时候吃，那时候整鬼专家就有了，哎、欸，周星驰那个整鬼专家就已经有了，哎、欸，所以这样问他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了、欸，哎，那吃我牙齿会痛的甜呢、欸，可是色为绿色，有些还好啊，像穿山鼠的色为绿就是沙奈朵的绿啊，就是不要青苔绿就好了啊。哎、欸，换一下角色，超音符的那个绿也其实还好、啊。走走走走走走。嘿，太阳一部的荧光者就不行了哦，所以我才那时候小雨算错时间，他在好像黄昏的时候给他进化，我不是哎、欸，这时候不是、欸、应该那时候哎、欸、晚上的时间是8点才算晚上，他7点的时候给他进化成那个太阳精灵，
啊，太阳衣服。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你怎么会给他计划这个？他说啊，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七点半还是白天？谁会知道七点半是白天？可是我已经晚上了吧？有开后里面就杀撞了，我忘记了啦，你不要这样问我。我去考，我去 Google， 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现在一直问我，你应该搜寻超甜巧克力球就好。哎、欸，有有有，你去搜寻超甜的巧克力球，你就可以找到什么妈 M A L E E S 那个，你去搜寻。你打给我，喂，哦，不用，谢谢。哇，我被挂电话了。喂，这里是国泰世华银行，不用哦。嘟嘟嘟，觉得宝贝球坏掉了，平均十颗球才中，哇哦！是他投资的，没有理他。我想说，晚上这些蛮常遇到的，就鬼师鬼师通蛮常遇到的，就课题补一补。晚上看会不会更好遇到？观察一下，在下面，鬼师完成，鬼师通剩毒液冲击，啊！我查了一堆 M 巧克力。麦提莎，对对对，麦提莎巧克力，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爆干甜。今天想看野伞大师发威，哎、欸，不是、欸，野伞大师在刷课题、欸，没有没有要特别刷什么。好啊，我等一下这次刷完，我去找下一次来刷。听到布灵布灵，以为你是说丢出去这个音效哦、喔。这个吗？叮，还是这个音效？这个是超级留言的音效。感谢夏马克的超级留言。然后昨天因为这个音效，害我自己以为出色尾，他们一直叫，紧张。可是这个你很爱吃哎、欸，这就很甜呐、啊。啊，那。对嘛，它咬下去是不是变成沙沙的？嗯，蛟啊，过来鸟！里面明明包的是饼干球，是吗？那是饼干吗？哎、欸，里面的也很甜呢、欸，那个很好吃，是很好吃，可是我就是不能吃太多啦，牙齿不好了，真的老了，我现在吃下去牙齿会痛，老了。看这个雨，是饼干的一种，好吧？啊，给钱的说的算。午餐吃了什么？锅贴，不是，对，锅贴。我想要锅烧，我吃了锅贴，就是煎饺。我赌麦提莎巧克力，我都被巧克力多了。你说设为麦提莎巧克力吗？哇哦，那不是饼干，是麦芽糖做的，真的吗？
哦，这种雨下在地上的声音真的做得很棒。哦，这雨好大哦，发生什么事情？雷雨，感觉雷雨有什么？库洛马，回去找。烧锅烧水饺，因为最近一直在吃锅烧面呐，就取代泡面嘛，都在吃锅烧面。然后啊，其实我一直很纳闷，是这一个地方。是，这边就有现成的波克基斯啊！我那时候其实有抓到一只天选波克基斯，可是最后还是没有练它。被雷打到会变成恐怖，会被白痴哦！你说变成那个哦，变成王。哎呀！也许是盖欧卡哦，好希望裂空做出来哦。这代有裂空做，应该更好刷设围了吧？像阿凡达一样从空中掉下去，会死，会死！不要骗我。所以雪岛的王挺好打的，不是吗？是啦，我那时候白痴是前后滚，不是左右滚。后来发现左右滚的话，好像都躲得了。我那边前后滚耍帅。刷了很久，对啊。我都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他哎、欸！他还是不敢打开那款游戏了。不要啦！啊，不是啦，丢错了啦，完蛋了，要死了。我就只是丢错而已，啊，不给个机会，我来报仇了，好不痛、哦。可以连线对战，我觉得很难呢，没有特性这东西还要对战。你知道没有特性，单纯对战的话，只是在比看谁的攻击最高速度最快而已，你懂吗？就单纯只是在比你的，就是看谁，就是谁拳头出得快，谁比较通，就结束了。这代是不是没有天气影响宝可梦的出火率？啊，有啊。像下这么大的雨就不会有小火马、啊。我也觉得只是补剧情哎、欸，
不会有对战的、啊，那款不可能会有对战的、啊，除非就是 DLC。那告诉我们后面为什么宝可梦会加入的特性这种进去啊？不然没有加特性进来，你要打对战真的很无脑哎、欸。皮卡丘设为，皮卡丘设为，出了出了出了，加马克看到了没？出了出了出了，干嘛啦？要抓设为，不要来闹。来啦，皮卡丘宝贝儿！哎、欸，那谁，雪月还是什么的？你遇到了吗？有吗？有成功遇到吗？他吧。啊，吃嘞！好黑哦，他晒伤了，他晒伤了。走了，走了。没有啊，等到晚上啥都没有啊，所以就没有了哦。抱歉，哇，很可惜耶。皮皮色尾虽然是耳朵是绿的啦，但它是色尾，连原本的皮宝宝都不见了，哇。好啦，不要难过啦，不要难过。好吗？可以答应我吗？你不要难过。哎、欸，不过那个换日的那个宝可梦突然不见我的位置很干呢、欸。之前也是发生过啊。谁在洞窟里面叫那么惨啊？我去看一下。谁在里面叫？女神说过，只有女生可以叫，男生不能叫。等一下，可能是超音符的声音啊。哎，没有啊。哎，皮卡丘。我不难过，只是伤心啊，不一样。好了，等一下，宝可梦，动，哎、欸，满了啦，我要往后挪了哦，我要往后挪了哦，伤心不就是难过的一种吗？啊，怎么整理呢？对啊，现在宕机。换一个档机啊，先存档，存档，满满的色尾没满满呢，
我一日一色诶，我已经今天抓到三只了。这尾大舌头真的很萌，黄黄的啊，没有粉粉的。满满的大平台。这尾，放这儿，头目哎，你快不快乐？当你推开我的那一刻，你快，这里是 boss，有没有一点点舍不得？嘿嘿，扎奈朵，这为奇鲁利安，你说你哦，恭喜啊！哦，你今天怎样？可以不要一直打 call 什么之类的吗？在聊天时很难听诶。抓到就刷到啊！哎，也不要一直 call 来 call 去，很难，真的很难听诶。有没有听到？再让我看到你打一次 call 怎样怎样的话，你就完蛋了。哇，好像几乎是黄色的宝可梦啊！绿绿的，绿楼上，木克。箱子不够养了，对啊，要放掉一些了。等后面啊，课题完成差不多，我就要把一些旧的，不旧的啦，就是一些没有在用，没什么可以用的，就放生掉了。比如说，哎、欸，就这些，来来来，克朗，就后面这个，这些东西。就放生了，因为那些留下来是想说懒得去抓，然后拿现成来解任务。怎么会一直在这里？我们是间谍奇鲁利安，你怎么混在这边？绿绿的。刚刚的皮卡丘呢？哎、欸，对，哎，
敢想到这只很气耶，被打龙卷那个卷云的时候，又蹦出来，卷炼云，耶，这样好看多了，好看好看，下午好，嗨猫系少女，哦，看一下哦，好，整理好了，存档。这尾火球长什么样子？我火球打你，打火球两个字，我怎么知道是什么？火球鼠吗？我不知道哎、欸。卷帘云，不叫你，你先给我立啦。好，我们下一个做简单一点的，看一下啊，先回任务。先回，一只色尾就1000块，这很棒。完美完美！教主如果不常跑黑曜的话，就比较不会出现。教主如果不常跑黑曜的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几个意思？你在讲什么？看不懂。啊，口语消让它进化好了。解课题。不是。常常在黑曜相同异色的几率就比较高哦，有这回事吗？哎，不是我的，哎，不是哎，我水水它进化的被我放生掉了。等下，我的大见鬼嘞！这位乐克猫，你抓到了，恭喜！啊，我的见鬼嘞！碎。为什么打水会有这个？为什么火球只是水系？我搜寻错了吗？我搜寻到火了吗？真的是火诶、欸，北七哦。白痴在这啊，不是我的大见鬼嘞！在这里，白痴，白痴，看到了，吓死我了！啊，怎么不在御三家这里啦？吓人哦！干嘛啊？老人家心脏不好哎。身上带着要练等的色尾小猫怪遇到色尾乐克猫，哎、欸，我是想说这三只拿来练呢、欸，就是，你看，就是小猫怪、乐克猫跟长大的那一只，等一下哦、喔，
它一次进化。双刃丸。哇哇哇哇哇！我以为有了玩家进来，吓到我了，我刚刚这岔掉哦。那个等级。大量宝可梦出现，没空，练等。先走啦，拜拜，拜拜。等级这么高哦，低能。嘟嘟嘟嘟。真的很不讨喜耶。嗯。啊，见鬼啦。好，回来。扭曲一阶抓到可以直接三阶，对啊，我现在才知道啊，刚没注意啊，看一下哦，玉三家的箱子在这里，好了。耶、yeah, ，完美！看一下哦，还有这个，再晚一点吧。迅疾钢猛四十，我这都还没完成呢。不然等下用这个好了。大压力啊，这个啦，这也快好了。然后小猫怪也快了，没让它进化而已。乐克猫咬住闪电牙。好，我们先去做一件事情。先来，哪个箱子？这个，用个神奇。啊，这儿还有一个泡芙啊，色为泡芙。啊，要打那个谁，奇鲁利安有点难打，要被习惯会跑掉。奇鲁利安嘞，哎，奇怪嘞。
晚上没沙奈朵吗？到早上没事啦，等一下吧，我要去找齐鲁利安，没有啦，顺便看看有没有瑟维的那个谁，那个谁啊，罗斯雷朵，啦啦啦啦啦啦啦，艾露雷朵，晚上出生点大部分都幽灵系霸占，我知道啊，可是。那 boss 哎、欸，等一下哦、喔，他要用幽灵系打死，幽灵系，哇，还是打不死，好吧。该给他吃石头了，该吃石头了，然后用冰的攻击打大嘴。改什么名字啊？这次出村外是沙奈朵已经被打了，没有啊，完全就是没有。他、啊、怎么是你？我要你的进化型耶！哎呀，完了，哭了。我没有要补他课题啦，满了、啊。那只好打架。刀四精通，哎、欸，不是，他到现在还没学到魔那个哎、欸，还有什么东西？欸、有了，哭啊！因为他有课题要看到花瓣舞，想说怎么那么久还没学到。等我一下哦，看一下勇士雄鹰，应该是满了。勇士雄鹰，鹰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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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在哪里？都还没遇到，白痴，啊，捕获次数，啊，来抓吧。想说大量发生，还没遇过勇士雄鹰。这样其实好像没比较快齁。你看喵，他从头到尾都用滚在走路。你玩滚爽没？欸，八七我抓毛头小鹰进化也可以，对不对？忘记。等一下哦，呜呼，要抓25次哦！哇，有得抓欸。在哪里？哇！繁星有在实况光遇没有啊？实况不了啦，光遇来实况很卡，而且我只能用 Switch 实况啊，手机截取有问题。光遇实况会炸服？不会的，没那么多人会为了玩光遇，好吧？而且，好，现在实况光遇100个人，区100个人怎么可能炸服？对不对？想到一堆人线上堵人，也还好吧。我躲去办公室啊，有多少人能来办公室？再不行，我就躲在那个啊，小王子的星球，这样都是要花钱才能去的地方哦。如果想想就很兴奋啊。喂，好痛哦！一下，两下。大
打倒次数，哇靠！哇靠！哇靠！被海上这样抓好，好累哦。不过好好玩，还有木土马里奥地图。现在办公室是开放状态啊，对呢。那我去小王子的星球就好了。怎么还有？小雨，小雨在吗？你的时差比较正常了吗？没有欸，我大概现在是前阵子的你吧，就是六七点就倒的那个体状态。嗨，小雨，是不是不会串到其他人啊？我就是不会串到欸。抱歉，在努力抓那个神经病小鹰，苗头小鹰。哎，海鹰呐，海鹰呐，坏坏，小雨在上面，我有看到啊。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啊，不行！攻击！看到毛头小鹰想要瞄他的三只，哎、欸，他在看我的台，在我的台上面打的时候，繁星，我遇到了，哎、欸，装闪呢，哎、欸，三只闪呢，这样子，我说好啊，都给你啊，哈哈。他一开始在刷那个勇士雄鹰，大量出现他刷不到，他就改去刷小只的，就却出了三只，有够扯。啊，抓错只白痴，北七。可以不要长那么像色尾吗？抱歉啊，我那么大干嘛？哎、欸，睡着，飞者睡着，好可怜。晚点再跟你分享我的色尾箱子。
我应该可以去看那个了，巴奈朵了。来，给你分，给你看。这箱，这箱是黄绿的，黄绿的箱子。等一下哦，这只皮卡丘是刚刚出炉的，然后再来是这箱，哎，这边只有樱花儿跟卷卷耳是大量发生，其他都是野闪，全部都是野闪，啊，除了这个啦，鲶鱼王不是。那这个这两个是大量发生，那其他也都是野闪，啊，除了伊布。哇，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容易遇到鬼狮色尾。未知图层会出闪？会啊，你要看吗？我有录音哦，这个这边，我等一下开台玩吸血怪再砍混时速，好，加油，他应该就要关了，好像三点就是我的极限了，等一下想去睡觉。那个未知图腾的话就是野闪了，它不算大量发生，所以它就是每次经过我都会来看一下，然后看说会不会出。啊，未知图腾那个蓝色还蛮好看的。我是蛮喜欢那个蓝。谁？谁在看我？哦。爆头！真的爆头。我一开始以为你未知图腾是解图鉴遇到的，没有啦，一开始的会那个锁闪，一开始的未知图鉴是锁闪，要在那个空间里面才会遇到闪。哇，弹开、欸，看一下哦、喔，捕获，哎，正打倒了，那我还抓那么多，北七。打倒以钢属性的招式打倒，哇！我没有钢欸，我没有钢招欸。欸，等一下哦，游戏暂停，检查有没有钢。这是岩石，这不是钢。用什么打嘞？这个啊，应该用幽灵招哦。算了，顺便看讯息。啊呜！哇，他太无情了吧！我要换一只了。阿亮安安，
未知图等在收集全部后才会出现在遗迹吗？对，你要28个都抓到，然后才会出现在遗迹里面，你才能遇到闪或头目。耶耶啦，也有头目可以刷，然后就看你的命了。你就慢慢回。解课题加油，好，你开台加油。最好自我再生那么多次啊！干，被耗死了，被耗死了。救命 ！In the house， 来，我们互相月亮之力。解完任务后，再也没有靠近过遗迹了。以为未知图的人不如我，我也以为啊，我是那时候无意间就是。乱跑乱经过，发现什么里面有未知图腾可以走。那时候就很无意，真的很无意间走进去，欸，有未知图腾欸，然后就开刷。本来以为刷不到啦，那后面是突然经过，就是有一次也是想说无聊刷一下，经过欸有欸，因为那时候在刷那个花眼怪，然后既然说刷花眼怪，就路过看一下。返回村子，好啦，大概今天行程就这样吧。课题完成到这边啊，感谢各位。等一下应该就躺平了啦。完蛋，坐席怎么那么难调？某种牙齿，锐利之牙吗？来吧。好好睡觉，会啦，应该设闹钟8点起来开台吧，不然又睡太死的话，作息调不完。你才刚到，你太慢了吧？大丰收欸，哇，睡啦！两个马虎，两个天真，两个乐天，好烂，难怪会大丰收。没事，我去睡，我当然会睡咯。看一下，还好欸。好，我们去看一下未知图腾，出发咯。啊，现在睡晚上不知道有没有用。欸，走错。从前方夜堂来自沙漠之都，走喽。哦，白天来真的比较清楚耶，晚上你要走到超里面才看得到有什么耶。那既然都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吧。罗斯雷朵，来吧。就是用飞行系打吧。飞行系对不对？对，飞行属性击败他。辛苦啦，不会不会，大家都辛苦了。看来是时候刷一套色维图腾了。欸，很酷的是，它是判定野闪哦。那再来是你可能会刷到重复的。你知道我一开始第一个闪是第一，我就觉得很开心。为什么？看第一的意志欸。
我们这些臭滴滴，爽啦！滴滴仔，好啦，飘鱼应该等一下会开，现在开了，我不知道。我现在好飘咯，飘飘蓝。晚安，哦不，我快关了，不是我要快关了，我要关台了，我要关台了哎、欸，抱歉。晚上啦，八点，我八点设闹钟起来开。因为今天有点热，我就算睡着的话也有点辛苦，不好意思了，晚点再来补小泉石的科猫这些的课题吧，没关系，等看存档。好，你看存档，那你直播不能关掉哎、欸，不然记录档会晚一点点才上传好哎、欸。哎、欸，好久没去看老婆，你看皮丘哎、欸，下次早点来，没事啦，我都是很突然的开台，但我提早一小时设定排程，哇，这是可达人可爱，可爱呀。我真的还没有刷到头目色尾过。身上的灰夜机是阿静给的。那我现在拉回去看，可以啊。就是你们只要不要关掉这个记录，这个直播都看得到，都可以继续看到啊。好了，那晚点再来看我杰克提刷色尾吧。巧遇色尾大师，我没特别刷就出现艾拉斯的头目色尾，就很运气呀。艾拉斯头目色尾，那你真的是，那你有把那只派拉斯头目色尾送给那个 NPC 吗？这个 NPC 想要那个派拉斯特，你就练成派拉斯特，然后送给他。啊，你之后去他家可以看到他咯。欸，要不是那只绿毛，那只屁脸虫太晚出来了，那我就丢给那个门口守卫了、欸。没有哦。好吧，好了，各位晚安。哦，被看到了，回不了家了。好啦，那晚点见咯，拜拜拜拜拜拜。我看看八点爬不爬起来，爬不起来可能就九点半或十点。好啦，大家晚安，我这边存档。欧元爸爸，拜拜，好了，拜拜，晚安晚安，撑不住了，开了多久？2个小时哦，可以了。